我感觉这两个人的速度我们能睡一觉，我们先睡一下。喂，我没看到啊，他看不到。那你们俩可能不太知道李晨有什么特点。嗯，就是他的眉毛是没有的，李晨本来是没有眉毛的人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好哥，快。浩哥可以在这里坐一下午。眉毛你知道是啥不？你要不知道眉毛，咱这事儿就整不明白了。哎，他走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这行了吗 ？What？ 然后去哪儿？哎，啊，好累啊！啊，我们公司真的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下楼。还要下楼？不，在那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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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房间，那个房间。下去。那个房间。骗我！你想骗我？在那个房间。什么？怎么？怎么回事？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哎呀！现在骗我吗？咱家傻儿子没来呢。快点，快点。开始了，哎呦我去，啊，好陡啊！你慢慢看。啊！子琪头也都垫出来了。太难了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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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哎，好！哇，我的妈！哇，超级抖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有一个节奏的，你掌握一下他的节奏。我掌握不了。哇哇，这爽！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要休息一下。请问这是我们喜临门深睡充能床垫吗？哎，喜临门提出人生需要睡八张床垫，职场阶段就需要一张喜临门深睡充能床垫。我来感受一下啊。好痛啊。算吗？不行。凯哥是只盖住了头，别的一点都没盖住。我来了，我这个手残选手来了。哦哦哦哦！耶耶！是这屋里吗？是，结束了。哦。哎呀！这太难了。不用急，坐一会儿，主要是看这时间。凯哥 ，OK， 好。哎呦我去，我等等子琪，他那边被电的已经快出不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挣钱不易。Hello。好，要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整太高，要低一点，别太快。OK 了 ，OK 了 ，Yes。这个也是个高手啊，能把背一点都没盖身上，还扔脚上。你干什么？差得很远，快速速度！出不来我就算我挨了。你们弄的那么长的被子，他把椅子躺下了。
头都是我的口红。太坏了！好，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可以，我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不错，拜拜。快，我当哥呀！真的，你是怎么样？回来了！最能做的人把椅子坐坏了，哎，那我这个算什么呀？坐烂呢！别看，好笑。你为了不加班，把椅子都坐穿了，坏了，你都不起了。